些问题吗？很快而已，一下子。你今年几岁呢，安哥？53。你有做工吗？没有，做自己的生意。做自己的生意啊？那你懂我们的总理李显龙，他说国人应该做工越长越好，你苟同他的看法吗？我这个本人讲的，我自己做自己生意，可以做到几年就做到了，做到几年了。但是你想有一天退休吗？目前不想。不想，但是以后呢？以后要是真的不可以做，就要退休了。就要退休了哈。这个问题是，你是红帽桥的居民吗？不是，我是住杨树港湿地大的。杨树港湿地大的，但是你知道今天早上这里发生的事情吗？啊，这个我刚好不在。那个议员放火，我刚好离开了。哦，你认识沈汉通先生吗？我有听过了。哦，你认为他的人怎样呢？不错啊。很不错了啊。这样的记者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很快的。你今年几岁呢，安哥？什么问题？啊，你烦你什么人？啊，你现在还有工作吗？没有。没有了。好，请问你如果给你选择的话，做工还是退休？你是宁愿做工还是退休呢？一定是做工啊。一定做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比较可以exercise 啊，还是做一点零用钱这样。好，很好。那么，请问你认识沈汉通先生吗？哦，我们的议员啊。你认为他的为人怎样呢？是不错吗？你懂今天早上那个联络所发生的事情吗？我听说了，我没有看见。好，可以，谢谢你，安哥。今年几岁了，安哥？50了。你有工作吗？现在有。有工作啊。你懂我们的李总理，他最近说国人应该做工作越久越好。你对他的看法有什么看法？不可以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啊。但是如果给你选择，你是想退休还是继续工作呢？继续做工呢，才要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了。好，这个问题是你懂今天早上这里发生那个事情吗？你不知道啊？这个我今天有做工。你认识沈汉通先生吗？知道。你的议员啊，你认为他的人怎样呢？还可以。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很快的。什么问题？你今年几岁？70多。你还有做工吗？没有了。没有做工了。好，那个政府李显龙他说哦，我们国民应该做工做越长越好。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对呀。我喜欢做工，我现在不可以做工了。所以我看不见了。我喜欢做工。你喜欢做工？你以前是做什么工的？以前啊。做打金的。打金的。所以如果有选择，你是情愿做工还是退休？可以做啊。做工。做工啊。好，那可以。这个问题是，你是红帽桥的居民吗？是。是啊，你知道早上这里发生的事情，那个议员被人家放火。几时？今天早上呢？不知道。你懂？你认识沈汉通先生吗？不知道。认识他？你认为他的人品怎样呢？他的人怎样？不错嘛，很好。不错，他是你们的议员呢、啊。对对，人家说的这个。这里的啊。昨天晚上我们有他有来嘛？那个人家说红帽桥那边。派我玩了红包。这样吗？派什么红包呢？新年的了是吧？新年的。那平安吃了。今天早上他在这里有一个居民，导游在他的身上放火烧他，他现在进了医院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听新闻有报了。我不知道是他的。今天我没有下来嘛。我的人有一点不好。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请问你今年几岁呢？我今年72岁。72岁，还有做工吗？没有了，没有做工了啊。那你懂我们的总理李显龙，他最近说和人民应该工作越久越长的时间越好，你对他的话有什么看法？这个，因为人身体健康，年纪大有工作是好了，但是有些年纪大的身体健康出状况，怎样工作？但是如果给你选择，你是想退休还是回去工作？身后如果过得去哦，应该是退休了，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哦，也没有什么气力要做了。如果身后还是需要，好像经济不大可以的话，当然是有一份工作比较好啊，比较有固定的收入啊。如果是说家庭经济好，好像儿子了，赚钱比较多哦，那么又有办法供养，好像。老人家哦，当然是希望退休了。如果有些是经济上不对，没有办法维持哦，当然是要找一份工作，不然怎样
这样过火。安哥，你知道今天早上这里有事情发生吗？那个议员被放火烧，放火。听说报纸也有登了。但是你没有在现场呢、啊。没有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就在这边的附近的。住在附近啊，所以是这里的居民啊。啊。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但是有见过面呢、啊。经常有看过了，但是记者有放，报纸有登出来了。这个人经常有看过。有看过他。经常有看过。OK， 你认识沈汉通先生吗？他是门市，他是你的议员。认识啦，那当然是认识了。但是你觉得他的人怎样呢？好不好？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坏啦，但是实际上哦，他做事情这个很难，我看也是很难讲的啦。因为一个议员哦，你要应付这样多人哦，那有时候哦，人家叫你做事情哦。那有时是他手下跟人家做的，会不会？那么事情到底有没有办妥，又不大清楚，有没有给人家一个交代？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。啊，人家拜托你做事情，你有没有做？还是你一个议员的权力也是有限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跟他写信哦，他要求要什么时候，不一定那上峰会批准的嘛，是不是？他。政府是根据他的政策来跑的嘛？但是他在你们这一区的口碑怎样呢？居民都是怎么看待他的？我也不大清楚了，我也从来没有去见过他的。因为我以前住这边大概有20多年，我现在已经搬去宜顺了啦。我很少去找他的啦。以前住在这边也没有去找过他啦。他的为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坏啦。而实际上哦，没有接触。好，我是网上的记者，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很快的，你今年几岁呢？70岁呀、啊。好，你现在还有工作了？做完了而已了哈、哦。好，最近政府说和、我们国人呢、啊、做工要需要做越久越好了。那么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没有什么看法。但是如果给你选择，你是情愿做工还是在家里休息呢？我在家里